他也不走啊。告诉你，就是念30万遍的爱忍明王咒，储备用的，以后呢，你要做的时候啊，就观想后面是在掌上，在5个地方，再化为爱忍明王，就一掌拍去就成了。记住哦，男生不要乱拍。男生像师尊来讲，我都拍人家的背后，我不敢拍人家的胸前。到时候啊，人家说你有问题，这个师尊是最怕的。所以你看，你来给师尊拍过的，绝对是拍背后。师尊不拍人家的胸前，但是男生可以。男生只要来，我拍你胸前不要紧，我不是吃你豆腐。啊，背后我可以拍。女生来给师尊拍，师尊都是拍，不是胸前，拍背后，嘣，轰，如来神掌。但是注意哦，稍微省一点力，不要把对方一掌给他拍得吐血啊。哦，你学过功夫了，以为说，哎，师尊讲的啊，可以拍这个背后啊，你神掌，哎呀，嘣，这吐血啊，震断心脉啊。你呀，你学过武功的，你学过这个少林拳呐，学过咏春呐，学过太极。学过内家法、武当派啊、昆仑派啊，我武侠小说看很多啊，华山派啊、昆仑派啊、中南派啊，什么派啊，阿婆派。你反正你学了功夫了，出掌让他能够硬到就好，力到点到就好。当然有时候啊，力量用他身体很壮啊，虎臂熊腰，你这个轻轻的一拍，轰，一动不改点，他都没有关系啊，他虎臂熊腰他还是一样，但是必须要让他加一点力，要战烂的，我们台语讲战烂，就是用你的力量，要节制你的力量，要刚刚好，那个力量力道刚刚够。这个是爱染明王除魔法。爱染明王4个大法，大家记住，第一个是画像法，第二个是科相法，第三个是大敬爱法，第四个除魔法。爱染明王它本身的威力无穷，30万遍的爱染明王咒就会有大相应。祖师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这个4个法已经传完了，那么莲灯上师再加上莲灯上师传的，他好像讲了2个法，我有告诉他，一个是这个把人颠倒，这个头滑朝下的法，这个是我有跟他讲，另外还有敬爱的这个法，这个给他讲小小，我讲多多。这个弟子是弟子，师尊是师尊啊，不能这个弟子啊讲的多多，我讲少少。将来啊，不过我是这样子讲啊，师尊现在已经是退休了，退隐了，但是呢，这个莲灯上师来主持，我们每一个上师将来都是主持，法会都是主持，师尊都是坐旁边。但是师尊会把所有的法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法
尽量的告诉大家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传法会有一天呢都没有了，我都没有了，因为已经通通都交给大家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连旁边也没得坐，啊，在坐里面那里，啊，师尊本身也当听众，也当观众，也当听众，这个以示啊，众生佛性一切都是平等，一切都是平等。这个对将来啊，对我们，对我们众生，这个是这样子的。如来有五种智慧，其中一个就是平等性智。师尊啊，不是永远的师尊，师尊学佛是朝早一点，有些是早闻道，大家是晚闻道，大家是听得比较晚，师尊是听得比较早，所以当师尊。有一天呢，你们听得比较早，师尊听得比较晚，师尊就当弟子。啊，这是跟大家讲平等性智，在整个虚空界之中啊，大圆的智慧里面，佛性是平等的。莲灯上师他本身这一世虽然是师尊的弟子，但是也说不定在未来世之中，他莲灯上师先闻道，然后再传法给我，我就是弟子。所以呢，讲起来这世间呢，是大圆满的大平等的这个法界，就是如此来看的。所以在座你们也不要以为说啊，永远都是在听法，因为你们得到了四个大法以后，这四个法以后将可以帮助你们，而且不止这一世能够得益，在未来世你们也能够通通能够得到一大益处。